学 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，高品质全程面授教学，零元入学，两周免费试听。你好，我是马农宇飞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单分支和双分支语句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分支语句。那么其实呢，我们没必要直接去考虑这个程序，我们就考虑我们现实生活中，我们每天呢都会面临非常非常多的选择，而我们。 针对于不同的选择进行选择以后啊，那么它会产生不同的效果。那么同样呢，我们在编程的时候呢，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情况呢，需要我们呢分情况而定啊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遇到了一个东西，叫做分支语句。那么这个分支语句呢，在不同的书籍里面呢，它的翻译的不一样，有的呢把它翻译成这个分支语句，有的把它翻译成选择语句，有的也把它分成条件语句啊。但是不管它叫什么名字呢，基本上它的意思呢都是一样的，都是。 根据不同的这个选择，然后呢执行不同的内容。那么具体呢，我们就来看一下，在咱们 Java Script 中呢，如何去实现一个分支语句。啊，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例题，就是我们想要去判断一个数它是奇数还是偶数。那么对于一个数它是奇数还是偶数呢？它的判断方式呢非常的简单，我们直接去判断它是否能被二整除就 OK 了。 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所谓的分支语句到底应该怎么写。咱们先从最简单的这个所谓的单分支语句开始去学习。那第一步，我们先来学习我们的语法。这个单分支语句它的语法呢是一个固定的格式啊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首先它呢先应该写一个 if，在 if 的括号里面我们要去写这个判断的条件，然后呢在后面呢直接写一个大括号，在大括号里面呢去写这个执行语句。 这个执行语句是什么时候执行？呢？当我判断条件为真的时候执行，否则的话它就不执行。那么我们先把上面这个所谓的语法格式呢，直接呢写出来。好，我在这儿呢声明一个 number，这个 number 呢我随便给它一个值。接下来我要判断这个 number 它是奇数还是偶数的时候，我直接先把这个 if 单分支语句它的格式写出来。写出来之后呢，在这个小括号里面呢，注意它写的是我们判断的条件。 判断当前一个数它是否是偶数呢？我们直接让它呢去余二，然后呢最后判断它是否等于零就 OK 了。如果这个数余二，最后的结果是等于零，说明它能被二整除，没有余数，那么这就是一个偶数。最后，当我们 number 它是八的时候，我就会由于判断条件为真，最终呢去执行咱们这个 if 里面的语句。但是呢，如果我这个地方写一个七的话， 最终它就不执行任何的结果，因为这个 if 条件它不成立，这个、就是咱们单分语句。但是呢，我们在刚刚去编写这个单分支语句的时候啊，我会发现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当我们是奇数的时候呢，由于这个 if 括号里面的判断条件它不成立，所以最终它在页面上并没有任何的效果。那么这对于我们用户来说是一个不太友好的存在。那不管我们是 选择成功还是选择失败，那最后你都应该有一个回馈啊，才 OK。那这样的话就引出了咱们的第二个东西，叫做双分支语句。这个所谓的双分支语句呢，它的语法呢比咱们上面单分支语句呢多了一个 else 啊，多了一个 else，也就是直接在我们原来这个 if 语句的后面呢跟一个 else。那么这个 else 里面呢，它同样放的是执行语句，但是它的这个执行语句是当我判断条件为假的时候呢去执行的。 那么，按照我们刚刚去判断一个数它是奇数还是偶数的这个需求，我们只需要呢对原来的代码呢增加一行 else 啊，最终就能够完成它对奇数的判断这个地方，如果上述余二等于零的这个判断条件它不成立，那么这就是一个奇数。最后呢，我们再去运行一下，当我 number 等于七的时候，这是一个奇数。 当我 number 等于八的时候，最后运行的结果这是一个偶数，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单分之双分支语句。那么讲完这个地方以后呢，我们呢在做一些题的时候啊，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呢就很明显了。首先呢，我们不管是在写这个单分支语句还是写双分支语句，我们必须按照我们 Java Script 给我们提供的语法去进行编写。 啊，所以呢，你先得把这个语法格式给它抄上去，抄上去后呢，第一步，我们先应该确定我们这个题它的功能是什么，然后呢，再去好好好的想一想这个判断条件里面到底应该写什么，啊，确定这个判断条件应该写什么。 我们把判断条件确定好之后呢，当判断条件为真，会执行 if 里面的语句；当判断条件为假，会执行 else 语句。然后你再根据我判断条件不同的结果，在我们这两个大括号里面去写对应执行的代码就 OK 了。啊，这个是我们去编写一个分支语句，它基本的步骤和流程。但是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在编写的时候会有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大家呢会在如何 编写这个判断条件这个地方呢特别的纠结，啊，那这个地方呢我告诉大家就是，首先咱们 if 括号中写的这个判断条件，它里面可以写任意的东西，也就是说，如果咱们不考虑去解决一些问题的话，在 if 里面你是可以呢写任何东西的。但是注意，虽然说你可以在 if 里面写任何的表达式，但是它最终都会进行判断。 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地方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不管你在 if 里面写任何的表达式，它都会自动数据类型转换成布尔值。那么，假如我们在不解决任何问题的情况下呢，我们想去写个 if 语句的话，其实我在这一方写一个一、e, 啊，或者写任意一个东西呢，都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呢，由于一、e、转成布尔值为处，所以呢，最终这个 if 语句它肯定是可以成立的啊。最终我们去运行的时候，我们就在当前页面上呢，输出了 h 的 w o r d 但是呢，如果我在这个 if 语句里面写个零的话，零转成布尔值是 f i r s t 最后这个 hello world 就不在页面上输出了。我直接就进行我后续的代码。这个是关于咱们单分支和双分支的一个讲解，和包括咱们 if 括号里面到底应该写什么样的东西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去编写我们的代码呢，尤其是咱们的这个 if 语句。第一步，我们应该确定我们要判断什么；第二步呢，是我们要根据不同的结果呢去执行对应的语句。 那第一个题，求两个数的最大数。那么求两个数最大数呢？首先，我先应该有两个数啊。那么在这一方呢，我可以呢，同时通过一个 v r 去声明两个变量。那么这两个变量之间呢，我们要通过一个逗号呢去给它隔开啊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拥有了两个变量。拥有这两个变量之后呢，我们要判断两个数谁最大啊。那么在这儿呢，我们简单的去做一个这个大小写的一大小的一个判断就可以了。如果 number、no. 一大于 number 二，那么说明 这个最大数是 number 一，然后呢，我就把这个 number 一的值呢给它输出到页面上来。否则的话，我们的最大数呢就是 number 二，我们把这个 number 二的值呢直接在页面上输出出来。这呢就是咱们的第一个题。那么，当我们的 number 一等于十，number 二等于二十的时候，最后我们最大数是 number 二，它等于二十。这第一题。那么第二题。 第二题是要求我们判断一个年，它是否是闰年还是平年。那么首先，我们先应该有一年，这个年呢，我可以随便给它一个年。你比如说，我给它一个2014年，好，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年呢，它到底是闰年还是平年。那么它下面呢已经告诉我这个闰年它的一个判断条件了，就是能被四整除且不能被一百整除，或者能被四百整除。 那么这个条件已经给我们了，我们只需要呢根据它给我们这个条件呢去把这个公式写出来就 OK 了。按照它这个写法，首先我应该能被四整除，那么能被四整除呢，说明它余四等于零。好，然后呢且不能被一百整除，那么我余一百它是不等于零的。然后最后再写一个或，然后呢或它能被四百整除，那么这样的话它才是一个闰年。 然后呢，我们把当前这个年份呢给它写上，否则的话，这是一个平年啊。我们再把这个当前年份给它写上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呢完成我们对于当前闰年和平年的一个判断了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最终我们去运行的时候，啊，那么当前二零一四年这是一个平年，再来看二零一八年，二零一八年也是一个平年。 啊，当我们写一个二零二零年的时候，二零二零年它是一个闰年啊，因为它能被四整除且不能被一百整除。那么我们在做这个题的时候呢，有几个细节呢需要大家去注意。其中最关键的一个细节呢就是代码规范的问题。那么我们在编写代码的时候呢，这个代码规范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。为什么重要呢？是因为我们在编写代码的时候，一般情况下咱们。 编写代码和阅读代码的比例是，一比十，也就是说，我正常情况下，我们在阅读这个代码的时间呢，要占到我们编写代码时间的十倍。那么这个东西呢，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情呢？就是我们在编写代码的时候呢，要尽可能把我们的代码呢，编写的能够容易去进行阅读。那么如何做到我们代码可以呢，容易去进行阅读呢？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的，我们的变量命名的时候呢，必须见名思义。 我一看到这个变量名，我就必须能够知道这个变量里面存储的什么数据。除了这些以外呢，我们在代码规范上也要做很多的工作。那么这个代码规范到底应该怎么去做呢？首先，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运算符前后都要加空格。啊，所以呢，大家可以看到，我写这个代码，不管是余号还是等于号前后，它前后都是要加空格的。 那这样的话，能够让我们的代码呢看起来更加简洁，然后呢看起来的结构呢更加清晰。第二个部分呢，就是如果我们遇到的是分号或者是这个逗号，那么在后面你只需要加一个空格就 OK 了，而不需要前后加一个空格。那第三个部分就是一定要注意什么呢？注意咱们咱们的代码缩进。你比如说，就像咱们上面这个 if 语句，它应该怎么去编写呢？我再给大家演示一遍。首先，if 小括号后面直接写一大括号，敲回车。 那么里面写的这个执行语句呢，是要比咱们的 if 语句呢多缩进一个 t m e 点，也就是四个空格的。那么同样，后面我们在写 else 的时候，也是先写 else，然后再写个大括号，敲回车，它就自动帮你缩进好了。同样，里面的执行语句要比外面的这个 else 语句呢，然后呢多缩进一个 t m e 点，也就是四个空格。而且呢，我们在编写代码的时候呢，这个 if 语句一定要跟后面这个括号 else 对齐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再看整个。 分支语句的时候呢，它就非常清晰了。这就是咱们的代码规范啊。那么我们从今天开始呢，往后所有的代码都要按照这个代码规范去进行编写。最后，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码农宇飞。